成分呢是白如雪花，粉粉嫩嫩的肠粉呢。好，妹妹到你了，厉害。让我们来看看肠粉是如何制作的。第一步，在托盘上均匀刷上食用油。第二步，舀入米浆，均匀铺满。有肉了。第三步，放入配菜、牛肉、香菇、大葱等。第四步，放入蒸炉，等待片刻。第五步，将熟透的米皮快速卷起。出一圈，出一圈啦！高端的食材，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嗯，酱油一圈，出一圈啦！不、哦，它的起泡，对，要糊出来起泡。我弄完，好，所有人准备啊，安静。酱油，忙碌了一天的蔡师傅，终于吃到了自己做的肠粉。嗯。